有速度位加成，可能能拿到全场的一速。依然因为两边都是武装国标，依然没有。没有。嗯。但是得哦，没有一速啊，没有一速。因为倩倩来，我们没有看到卡片，等会儿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如果能看到卡片的话，或者等状态栏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卡片的情况。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双方都应该是拿出沙发卡，而且那两个武装的宝宝全都已经被清掉了，对吧？没，他那是化成宝宝掉。化成宝宝掉。那就在观战方这边接种的情况下，依然是一个一二速。那如果这样的话，速度可能就没得变了。不太会变，可能就没得变了，因为双方都有地府。那说白了，武装国标打武装国标，说实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更加的简单了，因为点死了你都不用帧，就直接能延。对。那可以看一下辅助之间搭配的一个速度。那么。剑湖那边的话呢，毕竟是一个三速的化二四和一个六速的地府，观战方这边是一个四速化二四，五速地府。从目前这个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来说，观战方这边会能够更好的确保自己地府这一把孤魂命捕的这个一个出手。因为这个轻咒之间的话，它是没有这种之间的速度差的。对面的话三速直接掉到了六速嘛，对吧？中间的话插着观战方这边一个四五速，有可能会对你进行一个法宝上的干扰。七八，反正这把大克对观战方来说确实是有点小难受。是啊，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因为是国标护点。就这么说吧，就是，毕竟是大唐神木，它的国标的点杀发动相对来说，对于大唐咒师来说呢，会更简单一点。是，就他要做的铺垫比较少。来看一下卡片，对面武装是车卡，官方武装花卡，那不用想了，速度变不了了，就这么着了。那剑湖肯定也想了，如果你速度到这边的话，上女儿村，我跟你本身也没得争。所以说我就想看一下两边卡片，因为我是觉得在一个武装有宝，一个武装没宝的情况下，速度没变的话呢，它英镇还有5%的领先，对吧？讲道理来说，可能是卡片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但是说着说着，四回合两把半天了，半天领先了，是对。四回合相面相生的 CD 也好了，下回合如果想点的话可以试试手，只是说少了个宝宝的话呢，你看官方这边直接四回合开始被回春，就证明回春的携带量是没问题的。那这个也是抓自己对手这种上阵容的特点抓得比较准。对，观战方这边的大唐已经立起了一个纸人，那么回春也喂到了神木林。还是至少压制住了对方一回合点杀的一个节奏吧，虽然说武装属于这个被封印阶段里面。是的，整体来说的话呢，反正大唐盾上法系紧箍咒也开掉，那你要压开局也就压这俩点。对啊，给一把效力。这个破甲是先丢的啊，提前破。哇，直接就来啊！直接点观众方这边的地府吗？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啊！仗着阵法有大克，开4000，按爆了！我就说嘛，这4000开那就一定挡不住。这相面相生，你还别说，可能倒了。主要是地府带163的很少，不太带。6000过来直接倒，但是开局的点杀，冰川青虫宝宝神佑，嗯，节奏还是不错的。对。开局点杀对官方来说也能接受，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就是说，你开局这种点杀呢，对于观战方这个至少是光辉一类单体的特技的这种补充来讲，特技不太好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是两输出先青虫吧？没错，青虫找半天。那确实啊，还是要，不行的话，既然已经压制住了对方咒师普陀之后，然后去压制一下对面大唐的宝宝吧，看看把那个一号宝宝清了，干扰一下对方大唐出手。日月乾坤有套中，流云补一把。这个补一把就是一个稳二速。对。活血叠人心都没有问题啊，这一回合对方咒师普陀应该是继续补宠了。来一只。把风卷放。哎呦，再神！哦，宝宝又神又，运气还是不错。那下一手紧箍咒再挂的话，又给观战方神木林了。对，看能够往哪儿带。其实，在地府倒地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唐包括化人寺头上都有紧箍咒。理论来讲，等等，流云完二速速度圈之后，他拿一速了。看到没？他拿一速了。
哦，那一会儿也可以看一下夫子庙这边凝滞流云这个点都在谁身上，是的，吧？嗯，我想想啊，他是个光辉封印鞋，然后其他的特技，反正经罗笑三个是吧？嗯，那就等于是还有两个位置，破甲在化生。那就看凝滞和流云在哪，是不是有一个在他自己身上，因为还得有个屠刀，确实对吧，确实小死亡挂化生寺，这个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仗着大课试试，1400弹甲1200，主要是腰能腰住吧，我觉得，而且佛法无边也没有给过呀，4000，这个血量应该是163可能都打出来了吧，但是我们没看到飘云，好像飘云会不会被，哎，这是刚飘的、第一把，哎，给了个回春有藏神，再点一大没事了。 你别说啊，净干些大事啊，哎呦啊，这真是招，这还着急回去去是继续自己坚持第二战场、啊、是、啊、正常来讲 可不是这个点杀的顺序，确实、啊、仗着大克两把万天想试试，渡劫防一手反点，那这把点不了啊，好、哦、留在这儿，那就宁应该是在地府身上，宁光经罗笑，经罗笑，对，再加个屠刀六特应该差不多，再神，你要不换个单位清吧，还是说概率问题坚持到底，哎呦你这回春有位，这给的这个先立之人，这时候观战方化二四其实比较忙啊。嗯，这一回合对战方武装要是控观战方的化二四怎么办？你给他活地府，你这把点他点。正常来说点神木林，点大唐吧。大唐神木都行吧。因为神木还没腰过。头上都有紧箍咒倒是。先点大唐吧，我觉得。因为毕竟也九回合了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点大唐比较好在哪儿呢？观战方大唐全场9速，对，你连起盾的机会都没有。对，给把笑礼。意思就是说活血我放给你，但是晶晶你别放出来。对，没错。小死亡有挂重，哎呦这节奏很快啊。因为你这把明宝地府嘛。确实。这把点大堂就看官方怎么防了。地府的话只是抬一下整体血量，没有说摄魂或者说无魂干扰一下对方大堂出手。没贴保护。大堂没了。要被空切掉了吗？没了。第二刀4000，第三刀直接倒。那包没包没包。主要是四回两把漫天，首先其次有大克，然后状态这么好，对吧，精锋满的四号宝宝神三次，对、这把确实大唐确实对于观众方来说不太好救，那这样的话夫子庙就比较裂了，还是那个问题，这个时候跟刚刚点杀点就是点倒地府不一样的点在哪呢、因为已经第十回合了，严了可以出地，虽然说一个地厅打不翻夫子庙，但是的话可以去吓你的宝宝，确实啊，这一回合的话可以进行一个顾问命谱直接去延出去，观众方这边毕竟也没有女儿村啊，那延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直接就是一个四速的地府，比观众方这边两个辅助速度都要快，对，夫子庙稍稍有点麻烦，我觉得这场，而且你这个时候即使把它化生宝清掉了就未必是好事了，他化生这个时候因为他压力小，他其实你给他清了宝，他出个地厅出来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先延掉，你这把还是只能活地府，观战神木林的精青够不够呀，解个紧箍咒好像也行，弱够是吧，是的，因为他压力大呀，哎，对、对，再顾上这把如果精青啊，就很舒服，对，这个愤怒确实差不多够了，对，那还行，还行，还行，那解了五个紧箍咒，这还挺舒服的，四个紧箍咒还挺舒服的，换清了，不清那四号了，不清了，换清，你看是吧？有的时候该换得换换。他一个是一个是那个四号确实能神一点，再有一个呢，这会儿
已经不能再去说干扰对方化二四出手了，要干扰对方的输出出手了。是，但这回合过山方的宝宝就得乱 A 了。嗯，因为这把对面有可能会补，很明出个谛听，我觉得、有可能会补啊。他既然已经选择在前面第七八回就要点化生了，那这节奏我觉得就是想回去打跨服联赛了。嗯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这就不点，这点什么灵去了？那这侵蚀对吧？这东西没办法。那你来了的话呢，就只能是看一下，这就是少把金刚的事儿。哎，但是讲道理来说，点神木这幺六三得出来。看着对战方大唐的这个伤害，确实还是挺恐怖的。是，这俩就差把金刚嘛，这开到底奔三千去了吧？看一下伤害啊。嗯，再破保护，3100，冲天气，幺六三出来了，第三把直接出，打直接扫倒，这七杀又叠一层啊，跟着日光华。砸到宝宝其实也很赚，四个光宝出一只底，出一只硬，你看他已经在乱 A 了，嗯，他觉得因为当然这把的话，如果说对战方不出那个侵蚀的话，有可能就直接就是出地了，没错，你看四个乱 A， 对，反正就是这就上一回合对战方大唐不出侵蚀、嗯，可能是平 A 找半天对吧？然后宙斯普陀直接补只地心出来，对，赶紧盖罗，提前盖，嗯，抓了两把没意识到自己没医术了，哎。摇摇铃，把法防宠摇掉，黄金之息回一把，哎、嗯，出地了。讲道理，这俩出地了。一尾毒江加上的话，下回合观战方这边武装全场移速。嗯，是的。破个招架，大唐应该给一手平 A 吧？观战方大唐吗？对战方大唐。对面大唐休息吧，他不是扫了那个什么？哎 ，A 到了，对吧？那还行。他一定得 A， 他不 A 不行的。这样的话还是挺缓节奏的。嗯、是。就这两回合夫子庙的操作就在对面缺宝宝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就是乱 A、嗯、就是要去 A 地听，那这把 A 道还行，那 A 道的话这个回合就看一下对面宙斯普陀的话是再补地听呢，还是说这个回合我就正常去出个宝宝，然后去要因为下把大唐要起了嘛、嗯、我就要开始去估了，那我觉得他要是补地听的话应该是下回合补，因为你罗汉两回合呀、嗯、明罗汉你补地听你这个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对吧，观战方这边又没有那么脆的点，但是你得考虑啊、他刚刚切地府那个属性能看出来，如果补工地的话地府扛不住、地府扛不住扛不住，而且他补工地可以杀武装，没套中生命之前起一手增加是自己封印命中率啊。月渡江还想继续抢速度，那这样的话地府还阴之息了，嗯，这时候也没什么好点的单位了、嗯，观战踩个塔，回蓝回速，黄金之息没有问题，速度还在。对，先清倒地单位宝宝没出慢，哎，你看那这样的话下把就孤了，嗯，啊，我就先孤了，哎，反神一个，运气回了一点，还行，是。同时能起。你说这把对面大唐断一下，然后他咒师孤怎么样？怕观战见点是吧？他要是拉起来直接活是不是就行啊？他武装拉大唐，化身活大唐，还是说配速拉大唐？如果配速拉化身好像配不到速，只能武装拉。但是那这样的话就套不了对面武装了。那你看现在谁武装是一速啊？对吧？嗯，但是对战方的武装一速，因为。你看商剑湖这个速度算明白了，嗯，他如果算不明白的话，他应该套谁？他应该套华人是，对吧？对，他只有对于他知道这把有自信，哎、对，是他才会风系对套。对，你看宁是在地府看到了，确实宁下去的话，那应该速度在了。那下回合能找回来、嗯？对，我佛慈悲提大唐的大唐就先盾了，可能对面盾了防点杀去了，然后咒师先孤，普陀又触发了双孤，这还挺舒服的。嗯，是的，然后再拉法系，法系估计也得盾。法系好的一点就是头上没有紧箍咒，对，刚开始吃了一把金青岛，是的，直接断就行了。哎，嗯，但是好了，做选择题吧，看保谁？你保谁？看保谁？你保谁？你武装这把是不是还得扔把无魂给对面的武装去保的化身这把活血？哎，地府刚扔过宁也不够精。这把如果说赌错的话呢，剑湖过来，你这把还是得倒一个人。嗯。反向猜测。嗯。
是点观战方的神木林，就是谁先保大唐，谁头上没有紧箍咒、哦、反而是点谁、嗯、哦，也就是 这也行吧，反正我就直接那个了、嗯、那他化生是怎么操作，是抬缠珠了，因为控的是地府啊，活血哦，硬火，哎，保神木林，就是虽然说他头上没有紧箍咒，但反而剑湖有可能去点他，嗯，哎，这个就是一个逆向思维，并不是说的谁头上有紧箍咒、嗯、我点谁，是那这样的话也被夫子庙给猜对了、对对，是因为你平 A 点了吗，你觉得你活的是大唐，没错、哎、所以说这一回合的活血还是很漂亮的，嗯，这边赌的也大，这边是无魂的地府，直接都没无魂武装，嗯，那说实话，哎，如果武装套中的话，嗯，那你这神木好像也跑不了，其实我觉得反而应该丢无魂给谁呢，是给对方的输出可能会更好一点，嗯，但是一样啊，他如果说化身活不出来的话，咒师之王华过来一样倒啊。就是地府是不是要两丢？就是武装和地府全要丢，就地府也要丢无魂过去，嗯，对吧？你光武装一个人丢肯定是不够的，但他可能就是说想从源头上面，你只要孤魂术挂不中我就可以。嗯，两丢的话吧、嗯，当你没被封印情况下，就稍微有点亏。对。他那把没办法，他被封了嘛？夫子庙这回合肯定是活血给大唐了，是他不管这个神木林了。先放着小死亡挂就挂着了、嗯，这会儿反而是没关系了、嗯。对，那这两手如果能够防住呢，又没套中、哎、啊，活血给大唐，观战方这边两套没中啊，这两套没中，哎、对，看一下来说挺哎，大唐没有问题，那防住了呀，想拿物理速度，哎呦，又点打得好凶啊！你这老点地府，这不是个事儿啊！那你别说，他伤害还真够、哦。嗯，对，对，两刀下了5500。对，因为都是法防灵士嘛，没多少物理抗性。这个血量不足以硬扛一个相生相灭吧？又是一个5900。夫子们要注意一点，就这场呢，嗯，敲完剑湖打的节奏比较快，他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就我点你输出不说了啊，嗯、我点你辅助的话，只要我给你头上挂着紧箍咒，两回合就。挂你头上2到3回合、嗯、下你4000到5000血、嗯、我就有这种胆量去进行一个尝试的点杀，是啊、如果要是夫子庙刚才前面他这种回春带的多，敢主动给自己神木林顶这个回春的话，尤其是自己的风系跟两辅助，其实这会儿就更不能舍不得吃这个回春这个药、挂完之后的话该交还是要交出来，哎呦，三封不中，嗯，但好在是能点死人啊，严了，严了地府，主要是对方双输出补什么宠，17回合可以两补，大死亡有拍中，但现在，但是你地府没了，对，就是，我觉得对面这时候也不会说补什么很极端宠，因为他这把也只能先补一个，一把卷，啊，4000-5000，他2.0元都交了，这怎么说？下一盒对战方武装包盾，不用盾啊，官方没地府点不了人。那他中大死亡了，他不怕吗？那我觉得直接补阳户，出个阳户就行，是吧？但这个是指挥的或者说操作的风格吗？想动一下也行啊、嗯。包盾吧，我感觉是包盾，因为观战方武装还快啊。嗯，我是觉得观战方点他没什么意义，点他武装，嗯，意义不大。因为你真要说这回对面想要是本来就少两只虫、嗯，他不一定一回合就非得拖两只，他拖一只起来。他拖一只阳户出来、嗯、你这把点杀其实就也就这样了，因为你没地府你没后续了，你也出不了地厅啊，哎，补一只放方程器，他怎么说，他大唐出一只阳户吗？也没有，一只不出，国进孩子就觉得你这边没什么花招，这就告诉你你没花招、也还可以啊，用自己的孩子顶那一方，嗯嗯嗯，被御寒我觉得现在观战方打的已经开始、嗯、怎么说呢，在对面少两只宠的情况下，嗯，这么盾喂小四海啊，就感觉心理上现在有点发怵，就感觉对面点过来自己扛不住，少两宠，嗯，这边两盾喂一个小四海，内心就觉得现在有点害怕，这和观战方的武装要套对方的武装吧，我感觉是不是尝试着把那个法宝给套掉啊？你套掉要过去吗？
先套，然后看情况，套不掉的话就不点。先套住他的话是可以后面去控咒术不妥的，是吧？哦，侵蚀来了，那反正控武装可以尝试着去把孩子清一清，起个纸人。我的天，对，完了，白给。嗯。哎，但是盾是不是有可能怎么化生？啊，全员盾啊！这是什么说法？哎呦，双剑湖。看到现在给这么大的压力吗？现在看到观战方这边地符倒了之后的话，然后直接开始抢速度，还想把这个全场一速给抢回去，不是现在给这么大压力吗？我真觉得大可不必吧。啊，没太必要的，我觉得有点过了。嗯，没到那份上啊。打的确实有点谨慎啊，有点谨慎，还行，真有点谨慎了。还行，宝贝神佑了一手，出善宝。我觉得这是不是那？周几？周三还是周几？打那屈服，打那个赏金赛，打着这还没缓过劲儿来，这感觉点杀被自己倒一单位有点难受。但赏金赛那把确实是被上课了，那是真是被，那确实那把是真啊，真是彻底给彻底把课给上明白了。对对对，我是觉得现在有点杯弓蛇影，我觉得。哎，你看有套掉。嗯。套掉的话，下回和对方直接立散，嗯，好像依然还是突不太进去。没得点，没有意义，没什么没有意义，对，没有意义。嗯，他现在能保住自己武装一速就行了，没有意义。在孤上，这边大唐感觉也在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呢，做的事儿好像也不太多。好在是地府下把能动了。看能不能把芝宝清掉，这边也过来腾挪进弹一下，很关键啊！但是还是地府宝还是掉了，少一只。慢拉地府起来反一个，反一个是不是可以？慢拉反一个，反一个。一拉一开，然后反一只。嗯，那看一下这个和剑湖能有什么操作呀？嗯，大唐是没有破血愤怒的，武装应该是来说继续起混元散。嗯，怕观战方这边万一要是说起身之后直接给你丢个摄魂点回去，硬点。哦。但对方的输出有可能是大唐继续平 A 找半天，当然也看一下啊，能不能够找准观战方这边拉人的。哦，直接快拉了，怎么说？快拉蛇摄魂直接点过去吗？赶紧再说。这大死亡回合数，我觉得你这还有必要点死他吗？也是，对吧？你点其他单位也比点他有意义啊。对，因为你大死亡再怎么着你延不了，但是我现在手里两点云莲，我如果把你大唐点死，我是能延的。鬼泣摇一手，那。商剑湖其实就针对这个和观战方这边慢拉人的一个操作。对，一两千，这个似乎伤害不够，不够。对，似乎伤害不够。抽得超级暴击，这，还弹一甲，还弹一甲，嗯，两下抽了两千血，嗯，没事儿。啊，也把武装开了，哎呦，恶爆伤害还是不够啊。这怎么感觉越打可能夫子庙这边会感觉出现一些幻象，幻象里边就会出现对面的名字啊，就变成了什么大江大河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这就越打越束手，你知道吗？就很怕这种情况。现在其实从几个回合的这种说微操作就能看出来，其实现在感觉夫子庙这边这回合神木林是不是没了呀？特别理想，这回合是不是就点观战方的神木了呀？可以点哦，火焰之息还在抢速度，那就破血清宠去了。再找半天，想把三把找满。这不够精吧？这不够，这不够，不够啊，这不够的。秦三叠差不多，金青是不够的，不够的，嗯，应该是不够的，因为他头上紧箍咒一直挂着。对对，掉两只了。法器怎么办？很危险。那我觉得夫子庙该补了呀，得补，直接反地听了，开始。这还说啥？罗汉最后一回合了，直接蹦两只出来嘛。
那你蹦两只出来，你这把法系不好抵。你武装也不敢说这把就硬套对面的地府，对面的大唐。对面如果真想点你的话，给大唐喂一个，对吧？嗯。从刚刚的伤害来看的话呢，其实我是看，就是说夫子庙这边想补什么？如果要是下回合想端大唐，嗯，你补迪厅这回合武装直接给神木林加天地，但是你点不了大唐，因为大唐小死亡现在如果说他不点杀的话，他挂着，嗯，对不对？你点死他，地府2.0元、啊、来了。这我觉得没有理由提前破，因为他为了他就点啊，你这把就算出了地形只能渡劫挡，然后可是啊、看是刚才贴，刚才对面方大堂可是三刀破的，你幺六三呀啊、你我觉得这一把渡劫好像不太够看，不是看有没有暗防或宝宝贴、那他应该是补宠了，我渡劫都给了，我不出宠吗、我觉得一定是出宠的，那就宝有没有没贴，你看那不对吧，还好小嫂没中，那就、那就还好，好像出不来宠吧，出不了被压了，也没不会有强拉的操作、哎，不一定，你渡劫了不一定，看看有没有机会有强了。他主要场上宝宝不够，确实不多，嗯就两只，对吧？嗯，是。补个王两拉起来吧，补个王两拉起来反个地，没罗了。我觉得这么打下去啊，夫子庙这 PK 从目前来看挺麻烦的。是。主要是现在剑湖给到夫子庙这边的压力并不是说通过频繁的调换这个地厅出来给你关键方那边压力，我就扫你啊，我就是扫你，对，等于就是宝宝资源来说的话，你看包括大唐也好武装也好都是首发宠，那这样的话其实上剑湖是没有调什么资源的，他地府手中换了个宠吗？他地府手中换了个啊，但理论来讲的话顶到天了，就是一只善恶，是对吧、反个地厅没办法，只不过就是那只可能是没蓝了什么的，然后觉得用处不大了。是，但没蓝的话，反正你有武装在，把把回一点，是不是？确实可能优势大，但我是觉得手动换个宠，不如抓一手。嗯，地府单位其实操作，我还觉得他的回合还是挺那个的，没必要说手动换。你又不是说换地啊，换。先看一下吧，看一下是功能宠还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单纯换个善恶出来，我觉得必要不大。这神木林的血量你不会开场倒了吧，你倒了身上一管愤怒可就没了呀，就这回合如果点杀的话你是强拉自己抽一把、不是防神木林吗、防神木林不是刚拉起来吗、他不是被对面日光华砸死、对对对他没愤怒，那强拉自己吧，有把干将，敢摄魂点化生吗？应该 不会点大唐，应该是不点的话肯定先点大唐，然后靠地厅往后推进，而且他如果开局就倒有个好处，这把不会被挂，他只要保大堂就行了。稳出手。对对，稳出手。而且有地厅在嘛，能够去帮忙。但有个问题啊，就是幺六三来一把。你这咋办？但我觉得可能双方都会默认他倒，但是对方也不会点挂他吧。但是前面的时候扫他的时候，他幺六三也没咋出，就出了一把。一把还是两把？对，就直接就倒了。幌子清楚。看一下能不能清的，反正你地府换了一只出来嘛，我就先清你地府的。你别说血量其实还挺多的，就不是那种全力。对，那我真觉得因为比较手动。你不配合地厅的话，怎么可能单独蹦出一只这种全力宠？对，那太奇怪了。是的，但是你说这宝宝换的对吧？我觉得浪费地府一个回合时间。那一速应该是稳住了。有个精清。对面防个点，因为有地在，先砸掉也没有问题。法系的话，是不是先密一下自己？直接补一个，直接出了，行。配合着地厅清掉地府一只宠，然后延缓一下对面的一个回合点杀也可以。大唐渡劫，那就是说接下来这回合官方可能还就是平一去找把漫天，再去清一下对面的化生宠吧，这回合。哎呦，没中。补防御圈。那对面地府出宝宝吧。想清孩子，那法系怎么说？给个兵，还是先密？先密？三把漫天了。漫天齐了。三漫天。
26回合啊，还好宝宝有个神佑，但对于剑户来说可以接受。哎呦，双输出单位同时中紧不中？双孤。嗯，先灭上，先灭上也行。干将还有最后一回合。嗯，不是，就是点不了人。你现在没有金刚，嗯，你说硬套武装点呢是能点，但是你没物理速度，没人可点。哎，对，嗯、你没人可点，点不了，应该是点不了。而且你这把还得再放一下自己的神木林。对，三把漫天了，是你控对面的武装，就证明对面也能点杀。对，对吧？而且你神木林是最慢速，我只要挂过来两输出过来，你神木肯定就没了。嗯，看一下夫子庙，这时候得想想办法了。我是觉得这么平着往后打呢，越耗越耗的，这个剑湖的优势会慢慢变大。对位空没中，没中，轻轻点过来啊、过来了。嗯嗯，再拉金刚，你这三漫天大克金刚魔镜，这咋顶？是想过去对战大唐先出手、哎、对对面先动，不是他先出完手、嗯、然后进行一个反点，点观战方的那观战方大唐罚站了、哦、大唐一个没挂中、嗯、一个是罚站，是是、嗯、哎呦，这破空了吧，嗯，这还不是罚站的事，是这个伤害现在有点挡不住，挡不住，有点挡不住、嗯、有点挡不住了，是夫子庙得好好想想办法，我觉得要不下回地府先把王良补了，王良可补，但现在呢就是目前场上那种速度来说，嗯，夫子庙不起风或者说不依靠地听、嗯、很难组织一波有效的点杀，现在嗯剑湖现在就压你观战方这边大唐，你这大唐现在不好出手啊，对，你不交陵园不好出手，对，嗯，或者说呢你真得或者就调整下思路，你也别想着三剑去杀什么武装化生了，先把大唐你该压大唐得压大唐啊，哎，先把大唐摁了，对，然后再拿地厅找优势，对，你不你的优势是在于你的地厅，对，你如果说你不去压了大唐去出地厅推的话，你、嗯、就说你不先压死大唐你是没后续，是他剑湖现在打的就很轻松，那反正我有机会我就把你轮番两输出点倒、嗯、而且你地府我都随便切，对不对？是地府随便切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事，但是唯一的好处是这个阶段好像听对面地府宝宝还比较顺，嗯，手动换完一只之后下得比较快，哎，对，现在一半了，对，对但是不是王两还是没给呀、啊、没给，没给哦，嗯，活了大唐，我觉得反正真的是像你说的啊，嗯，夫子庙这边呢也不要去考虑太多自己的这种巨剑啥的，对，真的什么三剑化生，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嗯，看了上一场比赛啊，嗯，就是水泊梁山对阵到这个上官剑湖，嗯，夫子庙应该是有一个启示啊，就是上官剑湖那个化生寺，它确实是抗性很硬的，对吧？就谁打他，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谁打他都不可能说你贸贸然就去点他化生了，那真的是对他化生寺的抗性了解一无所知，啊，哎，你点个咒师我觉得都行。这个是拉起来三件了吧？本场比赛第一把去点对方、拉起来三件、三件伤害一定够，9000多，9600，9600加抽别弹甲，别弹，哎呦，起了个人，别弹甲，孩子怎么说？开的那还行，别弹甲应该有。美术法连，观战方这边有伤恶虫，怎么掉都跑了一只被咬，哎呦，哎呦，难受，还有没？恶豹确实有一只伤恶，但是被撕了。善豹头上有480多血，就是说有个小600血，小六百血没因素，没想法，没因素，没想法，没办法，没有什么想法。三剑扔了没点死，剑湖大喊一声好，嗯嗯。现在优势无限大，随便玩。出侵时，雪上加霜。
哦，直接把神木林给压了算了。你说他是点神木还是点什么武装地府？我觉得求稳是点神木。啊，求稳是点神木。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趁着青石飘飘一手啊？他这场确实飘，打着本身也飘，是不是？嗯，你看看，我觉得他要是说没这青石，他就不碰这武装了。嗯，很可惜没挂中啊，没挂中啊。而且官方的武装也是刚起了个纸人，但是纸人能不能挡得住？没被空切。只能说这个七杀没叠，哎，没叠到一层，但是倒地还是哦。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么打下去的话，如果说他那个宝宝再滑到这个地，话音未落啊，谛听离场。确实运气也差了点，确实运气也稍微差了。哎啊，不过这只滑呢，也刚好是弥补了刚才夫子庙滑走了这个剑狐一只嘛。哎呦，那但是场上的局面啊，就是说剑狐被划走一只，他被划走两只，他也能接受啊。夫子庙现在裂的有点开。对，这可不好受啊。两人身上挂着小死，这个强点现在反点都点不了。没有没有没得点，没没得点，点不了，没得点。顶血出虫，抓一把速度。主要是怎么样呢？主要是，没有女儿村，你就算说拉起来什么起风喝酒，但没有意义。我该套套。对，这一点呢，和女儿国标是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武装国标，就是说，如果说你打的对面不是和你同阵容的这种队伍对打，嗯，对吧？可能说还会有一些优势。是，嗯，但你说你是同阵容，就没那么大优势了。进入到劣势的时候，嗯。这只谛听如果再拿不下绍兴剑湖的大唐，嗯，这场比赛对于夫子庙来讲，别说结果，可能这个节奏来说都有点压制不下去了，是不是？就一会儿去另一个场地打二番战，有可能是。嗯，所以我觉得拿大唐对面也不用很那个，就武装正常拍持就好了。嗯，他武装在里边，我觉得也没有理由去使。哎呦我的妈！观战地府小死亡，看准不准？行吧，那看一下地府命中率。盖了一手罗汉，嗯，盖罗，那是分俩宝宝贴大堂吗？对战大堂起盾啊，嗯，然后分俩宝宝贴，喂一个，没，因为毕竟周师傅德身上挂着呢，又没 点, 没点，还是晃。哇，直接不管这只弟弟，有贴。说实在话，出这种弟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一把对战方就打出自信来了，直接破血谛听。嗯，不是，因为他会觉得自己的愤怒一定够啊。我主要想夫子庙里面你出这种速度谛听的作用在哪？其实没什么用啊。那现在逼着出什么呢？先立盾，立完盾出先立孩子了。我觉得出啥现在好像节奏被压下去了，因为这连续的是观战方这边神木林连续补了两只谛听啊，他是上一只谛听过后换的童子，紧接着又来了一只，出东西不太好顶了。现在你出先例孩子对面不怕的，你出先例孩子就相当于你首先少一个攻虫点，嗯，其次的话少一个换谛听的点。不是，我主要想着他龙三他出谛听应该是出快的呀，嗯，对吧？你大唐现在速度没优势啊。是，这么打可麻烦，没办法，被动控输出了。鹈鹕堡，那这样的话有点杀，杀法系了。嗯，紧箍咒挂的确实时间也够长了，一把金青，但是对方的地府后出手，对，没中，反挂，对面怎么说？挂中了。对战方大唐先出手，把戏要没。4400开，这应该不是暗爆了啊。伤害逐渐递增，这伤害4000、4000、6000，这伤害真的，我觉得现在观战方打着打着真的眼前就是幻象，就感觉自己在打的是曲阜孔庙一样。他地方能延两点，嗯嗯，但如果说他不主动换宠的话呢，速度是提不起来的，就是地府接着孤，
这把大灯先保一下血线，然后地府岩出去，普陀接着孤，反套右半套快不重。顶格兰，夜渡江，继续去保自己的全场一速。这么耗耗不过呀。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这种药品资源，观众方这边已经有两个到了个位数，那么神木林11个药，但是人死宠妃，法系还先转一手，还不着急演啊，不是法系，地府，啊，哇，这现在真的是有优势了，打得很从容啊。他可能也是想着怕是不是吃一手大宝一类的，自己亲手给了就好了嘛。那我觉得你该演演这把，先演了吧，这是一定得演，是吧？再不演起来了，不演起来了，确实啊，观众旁边大唐3.0元甩出去之后，上文剑回家没什么压力了。那把如果说把对面的咒师普陀点死，出地厅冲，可能有机会。就是说局可能会反，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剑湖目前来看这个阶段优势是无限大的。是，你是要伤害有伤害，要速度有速度，那你这 PK 怎么打嘛？要大克有大克。其实我是觉得，在夫子庙这边神木林倒了之后，诅咒直接来一万血。他一诅咒是吧？13000多，小扫没中，没事了。三剑下来，他13500，三剑下来掉9000-4500，砸一下，最多出腰吧，扫点。自信来了，弹两甲，那就不用算血了，倒不了。起风了。起风侠和大唐有速度，而且法系能起来，因为点化生没点死嘛。这两回合我倒觉得打的有点那个了啊，有点飘，对，有点飘，不想让比赛结束这么早。因为我觉得剑湖点了大唐之后，这宝宝随便出啊，是吧？你观战方夫子庙里面不出的话，那上剑湖那边可以随便出宠了。对对。可是这把你说观战方能点谁呢？咒师普陀，出其不意就是点普陀，因为对方那个5号孩子可能又给大唐 C 五龙了。观战方啊，直接还是不点。3号给的五龙一样，反正，可是你，哎呦，还出了个躲避。你看是吧，那个孩子就直接 C 五龙就是了，他刚好他你再起风，神木林不可能比那孩子速度快，补先例孩子了。那夫子庙这时候只能寄希望于侵蚀啊，这没侵蚀现在好像点起来有点费劲。是，这对方有一尾渡江，两输出速度快，你观众方这边人物单位齐，对方武装被套，那对方的这个大唐咒师普陀盾一立起来，好像不怕你啊。这把鲜活法系，然后套对面的大唐，再清宠，也就只能先这样。那我觉得那大唐包盾的，对吧？出侵蚀了可以试试啊，但是那大唐包盾呀，你不可能去顶着这个盾扫那个普陀吧？我觉得那不合理啊。来，套中啊。拉金刚，哎，这有点给机会啊。有点，就这两回确实优势有点大，打的稍微有点。不是你武装都动不了，你去点人吗？对，他居然扔无魂嘛，破个保护几贴，就一贴。哎，开刀暴击4000，有暴击。你这太给机会了呀！这是给机会了。这把如果后续没有补的话，抽死了。抽死了，那应该抽死了。看夫子庙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啊？观战方的机会在哪呢？他地府0元多。来，先延个3点。对。他咒是个8，
武装是个一，武装为了这边套。你在算逆是吧？嗯，他身上有一个，他三号超快，一二三四，其实说如果要逆的话是够的。啊，如果要逆的话是够的。那关着化人四，唧唧歪歪。哎不，你得这么想，这就跟剑会不一样，他有可能有藏神啊。他为五个出一出就多出一个藏神是有机会的，这边再侵蚀，接着青虫去了。但青虫不耽误地府炎啊。嗯。还没考虑逆境的事儿。暂时觉得扛得住啊。啊，扔无魂不让你喂。哦，引进去了不让清，这边破逆、啊、破逆破逆破逆。青虫加啊，中无魂了。活血。中无魂了。嗯、啊啊。先炎掉三点。三点。然后把你的是不是。当然他有可能清的是一号位的先那个魔镜孩子，看一下歪不歪吧。因为宝宝呼到对面咒师普陀去啊，这全破逆境的操作。嗯，是乱滑还是怎么说，清的一隐身了。哎，思路很清晰啊，确实大唐一死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引进去啊。嗯，保宠啊。哎呦，你别说这第四场比赛感觉这个一点没乱啊。哎，其实他上一场打了个拉锯战对吧、哎、这已经不仅是没乱的问题了，我的天，我觉得这操作啊，虽然说现在倒了个人归倒了个人啊、嗯、但确实就看一下刚刚在松懈了几回合之后啊，这怎么再紧回来，因为毕竟你不管怎么说你这边被延了三点之后呢，夫子庙现在是有优势去进攻的，而且一定要抓住这波优势。普陀利顿第二个点不好选，哎，不太好选。如果要是硬尝试的话，可能是对战方的武装。你说要不要考虑去，嗯、这个叫什么东西？开个眼给他把一号孩子清了。开眼清孩子可行，是不是？哎，要逆了，塔来，绝对不会防两回合。是四个，来地府可以直接换。哦，地府换不行，那个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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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好谨慎呀，唧唧歪，但是藏身单位似乎没那么多，一二三个 ，OK， 师傅独开，不够了，不够了，但他这个隐身看来不是为了要躲这边青孩子，而是为了想逆境，但好在一啊啊，就是说这一把逆境失败了，嗯、但是呢不影响人物单位出手，对吧？就是你所有位的、嗯、位五龙的单位、啊、都开了，至少就是至少都开了。是只能这么说，嗯嗯，但是现在能不能出手对于他前台单位来说呢，那你得防好周师了，这时候得防周师了。哎，嗯，对，得防周师了，那没出藏神没办法，嗯，这就是运气啊，但凡你多出俩藏神，缺一把金刚，观战方这边如果点周师怎么点呢？清心咒地府点吗？上盾了，嗯，那这把是不是没点？不太像武装上灯应该没点、嗯、他要么清风啊或者精清之类的是吧、开眼先去清那孩子去了是不是？哎，是吧，清风或者精清哪怕套对方的化人四都行啊，还是清引攻去都行，速度圈先起来，地府要不要再开圈眼给法系，哦，抓速度也行，要把武装一速拿回来。赶紧把纸人立起来啊，把哎一刀又躲避，大唐躲两次了、啊、这运气确实不是特别亮，四十回合五点零也直接起了，嗯，哎呦，这夫子庙啊，今天确实啊，否则的话你地府三点零元交出去，对，没有再继续扩大优势的话，嗯，你没拿着太多东西啊，虽然说对面用了吧逆境失败了，是，但好像也就那样，你突不进去第二个点啊。我是觉得观众方大唐现在伤害不够，是他不干将的话我觉得伤害不太够，或者说不出地停伤害不太够，嗯，这回合好像只能再去平 A 对方的五号吧，看观众方这边化人四保不多，要不要直接补只地停出来，地府确实可以再补眼、哎、对，就去清那个五号，对，然后补只地停出来， 那应该是继续抓速度去了，哎，来一只没有问题，哦，先延掉，哦，哦，这样的话四零元全部交出去、嗯、也行，他还有一点，因为四十波刷新的、嗯、对，嗯，想拿东西了，觉得法系秒能秒得掉，点四群五，哦，冰掉也行、嗯、都一样，嗯，反正没冰掉也冻住了嘛，
没划到，哎，没有了，嗯，没有了，没了。有没有可能是个公的？有，是不是？给个天地你没照，对吧？你最多拍个尺，就端对方的二三号位吧。嗯，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武装。嗯。真的，那个华人寺好像轻花生轻易碰，别碰，对，别碰。观战方大堂没有三点零元，那个华人寺轻易不要碰，不要去碰。嗯，工地厅，但凡他武装，我是觉得这把要拍尺。对面方武装是哎、得拍，没有理由不拍，我觉得啊。我依然担心这一把漫天的伤害不够啊！是，确实不一定够。嗯，反正这把三七先起来，上塔拍啊，这儿拍。哎，他武装为什么不拍尺呢？给地厅开了个眼，难道说是为了清孩子的？那就是清孩子了，是不是？你花生四也不拉金刚啊，对吧？啊、是、嗯。那看这个架势，像是清孩子。嗯。关三带到一，嗯 ，OK， 没带到。这个，嗯，打的有点迷。广木一直在吸，送一地听，啊，对面广木是个冷光镜，再换一个，想骗点也没骗出来什么东西，法系还过去了，难受。你敢相信三个单位起了鬼眼、嗯、那一号孩子一点伤害没吃到、是嗯，那你要这么拖一拖，你等对面大堂起来啊，那观战方可不好受啊。要不要笑一把对战方的单位啊，无字经手云尺拍出来，魔镜加上励志人，确实华人寺也动不得啊。观战方这边华人寺直接加一滴，应该是瞄对方武装去了。嗯，小死亡有挂中，很关键，选这一点倒是没有问题。断线木偶，伤害确实不太高，开刀1400，两刀下去3000，8000血下去了。哎呦，爆了一下，摇摇铃，上四血，主要那个。普陀的五号孩子飞了之后，完了那没关系，法系能出手，毕竟是4900，对，毕竟5.0元的这个战神宝典、嗯，对，那是不是有双眼了？有双眼，大堂还有两回合，有双眼，有双眼。嗯、那这把青银咒包给了观战方这边的华二四，即使不出宠，这青银咒也得给到了吧？要不要这回合先补个地？就这把倒没那么着急要这样那样的演，然后下回合再说。反正我就先随缘演一下。但对面补了个地听，但是我有那个呀，我有群秒啊，对，有群秒。哎，把眼给去掉了，你敢信？那这样的话带不到对方的四号，这只地听的话也没法投资了。8000，出法连宝宝神药还行。但是这样啊，我就觉得这个地厅首先把你四号的火力吸引走，我这把直接压你咒石普陀是吧？对，嗯，反正你现在两点起不来嘛，正常点咒师，嗯，不正常点地府。虽然说地府刚才卡了个3000血，但是他那一把就是龙三的群秒啊，嗯，秒地府秒的比较多，看夫子庙这边怎么想。但你现在点地府意义在哪？你一速和大唐都倒地，你一点不了人，挂不了小死亡，二你抢不了速度，嗯，是不是？点咒师直接拿地听，直接全换就推出去了，也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跟他抢速度了，也不用怕点人，你这时候点地府就是感觉没有多大的收益，他地府在场上他也抓不了速度，也给不了小死亡的、嗯、对不对？把咒师一点一排地听，然后两边还是到下一个战场打二番战，是不是？桃花生直接断回复，哎，这回合就要点人，哎，被月先顶上，我把眼先补起来。观战大堂可能是交易间点啊，也行，还是说再补个地厅出来，如果地府不挂的话。哎呦，没出连击，直接给一把笑大堂补一个，这个很正常，大堂补一个补宠了，补宠了，嗯，
哎，这不是啥不好说啊。我正常来说应该是杀力，哎，应该是杀人力劈，正常应该杀人力劈。四号神佑 是的，这段时间神的也挺多，很关键。哎，能够带到这只冷光镜，其实很舒服。是的。劈到人物单位也行，能看能劈多少血，2000级还行、嗯，哎，还行，毕竟没投资啊。对，对，顶上一个也行吧，这把也觉得可能会点他，反正我补一个补满嘛。哎，啊，化成还几只？化成四只。对面的话，大唐还有两回合才能起，武装刚也是被延，应该也不够起。观战大唐出的是正常宠啊，因为为什么呢？变速了是吧？哎，不是，那还是拔锁。不是观战方，这大唐的一号不是杀人力劈啊，因为他上一回合是给这个神木林开的眼，对吧？啊，那也没有说处理掉对方那只四号，哎，那四号一定是拍一啊，哎，几贴？有没有两贴还是一贴的？一贴还是两贴啊？一贴贴一个啊、哦，一定是瞄准来的。两来了，咒师普陀了，咒师普陀吧。嗯，哎呦，那真像化生，像，但我是觉得真没必要。你看看，不是，哎呀，十七的化生四啊，九凡也顶上。就我是感觉吧，现在很多队伍打绍兴剑湖，由优转劣。就是因为点化生四，就是点化生四。嗯，这化生这能随随便便点吗？对战方那个化生四，要靠地听海给他就是硬刮，把这个伤害给刮下去才行。对，你哪怕诅咒加剑之类的都行。不是，你马上48了、对吧？对，你先把那个咒师普陀给点了。没必要，没必要，这真的没必要的。这个化生说实在话，要是放到其他的一些队伍里边、可能这五颜六色的穷气也都已经满了。也会有，嗯啊，相信也会有，可能会有一个，但五颜六色有点难啊。他要到别的队伍里面去，可能就五颜六色了。五颜六色是吧？哇，这个真的，我现在看了很多他的比赛，确实很顶，都是点化生，然后导致你自己真的就点不死，就开刀都是5600、5600的。没错。那我觉得断节奏，虽然说还是有优势，但我觉得断节奏。加和对战方大唐起了呀。对。你观战方地府没灵元严了，现在已经。对对。而且就这样说，大唐只要起来，对方大唐是6.0元。是。他地府只要站在场上，他就能反点你。对，他有两把三剑。对。嗯。要小心呀、啊。嗯，是。这一回合对战方大唐你还控不了。对。那有罗汉怎么说呢？观战方好像只能两补宠，没什么办法。只能两补宠。是的，两补宠的话，求稳健一点的话，武装可能去硬套对方的地府，因为之前的话，咒师普陀吃了一把效力，也套中化人四了。化人四是一个全场三速，没有人能配上的速度，开不了。对方的武装跟大唐全部能起身，这样的话，硬套，但是没中，确实选这个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对方开始给你反颜色看看了，不怕群秒吗？还是说扔缠珠？孩子有、不已经不没有，他已经出地听了、孩子有顶血，只能这样说啊。是孩子有顶血，是人开掉啊、然后顶一个。这观战方是包群的呀。对。这个拉人是什么情况？有点没那个，没想好。起风在词。啊，词？不是。磁心吸走了、哎，不，刚这拉武装确实有点那个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他硬拉武装起来是为了别秒到这地厅，吃一个法系的秒的那个单位。你不然你少一个点。看一会儿看他地厅那速度。是不是有可能他就是要拉起来吃一下这个？双方的地听其实都快，都得快，都得快，我竞速得竞速。但我觉得可能夫子庙的会更快一些。嗯，夫子庙真没道理出慢地，是没道理。那不然刚刚拉武装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释。
唯一的解释就是挡一下神木林群。嗯，我就到头了，只能这么解释。嗯，不然就是失误。夫子庙怎么考虑？套化生还是天帝给谛听？对方毕竟起了个风，啊、不是他套不了化生了。哦，慢了，慢了，慢了，起风慢了。直接管地府防点杀啊，还行、啊，跟上马一样的操作。哎，直接剑斩，九千，但是跟咒师过来的话也没跑。对啊，腰住吗？腰住，轻轻，就当你挂中了，嗯，是吧？就当你挂中。嗯，确实观战的 快，是的，观战确实没有出慢的道理。哎，嗯，那这样的话就还行，嗯嗯，这样就还行。包括他刚刚的话武装，对吧？那把拉起来又被秒倒，就还好。对。直接换掉，嗯。一把群秒，两个孩子双神，这太关键了吧！试想一下，如果两个孩子全部离场，哎，上不太守得住，守不住，嗯，那必将是一张机关兽卡的武装呀。对，而且为了个藏身，双神难受啊，太难受了。但是这么打下去，是不是两边都去不了？啊、现在多少？看还有，我们刚说的是大概70多分钟，哎、现在打了65分钟了。因为那最多再给他们10来分钟。因为是这样，25你就不要去了。你80分钟啊，太极限了。对，你传回去跑过去，待会儿时间不够了。对，而且你就算急急忙忙的、着急忙忙的跑回去啊，你到那儿可能包括有些点啊，这那的要加点，要拿药。对，对你。时间有点紧张啊、嗯，所以说我们说给的时间就在大概说75分钟了个账，对，就得结束出去，你赶紧返回原服务器。但目前来看，这个价值如果75的话，还有10分钟，哎，十分钟，挺，我觉得对两边来说，你说10分钟把对面给清出去来说啊，这难度都挺大，没那么简单，两边都把大堂给互换了，嗯啊。但是在刚刚这个阶段呢，对战方的地府是垒起来了4.0元，观战方是只有1.0元。那也就是说，对面如果延出来，你这大堂一时半会儿起不来的。起不来。对。但是对战方大堂呢，在刚才起身的那两回合里边，把6.0元全交了。啊、是是。但你不交，这大堂死不了、啊。不交死不了。是不是？对。你护岩目前来看的话呢，剑湖现在还是有点优势。现在说实话，我就得拼宝宝了。我觉得好像啊，咱们10个号谁也别去了，哎，谁也别去了，好像谁也别去了，有可能是谁也别去了，对，对，有这个可能性，嗯。观战方看一下这边宝宝可调配的数量。其实我觉得夫子庙可以大胆的换呀，武装这一点的话可以大胆的换武装。我看地府如果不换的话，化生寺3只，从储备量上来讲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啊，是的。哎，对方换了刮一刮宠，你换了刮孩子吗？我觉得好像问题也不大吧。孩子是不是不一？我是先觉得先把宝宝刮，因为他孩子首先，你说再隐身也好，嗯啊，或者说是这个。我是觉得先清，哎、要逆，要逆，要逆。他是几？这一把无魂怎么说？嗯，先看看啊，仙人指路在位上，这是两个了啊。嗯，两个，三个，四个，对面就一个咒师孤，觉得对方是爪速度，魂之剑，藏神，有藏神，颠倒五行法系。那这样的话没人管了，观战方的法系直接你就逆出来了。哦，再位一个，那逆出来了。嗯，那就香了。那对战方这个时候就要大喊不好了，我们能稳住，直接拉起来，操作很丝滑，嗯，头上没有紧箍咒，起来之后怎么说？直接拔干将，起干将吧，我觉得是干将好点，直接拔干将，这时候还上盾，这大堂不是在地上吗？
我觉得不用上盾吧。因为我觉得这样啊，你上一回合踩干将啊，这回合就是对战方起盾，对啊，对吧？你起个盾，那他觉得啊、可能还好。而且我觉得这盾没收益啊。他盾的话呢，有可能是要交间点，对方依然要把盾，对方依然要把盾给立起来，依然要立盾。但你三箭这把就只能点对面的咒术普陀了。化身四肯定下不了啊，侵蚀扫了，扫咒术普陀了。好、夫子庙的话还有一波，还有一波回去的机会，不让活血，但是有侵蚀。对，这边有侵蚀。哎，这是不是想清清啊？还是说要砸死啊？哎呦，没中，那没事了。完了，观战先出手。没用啊，这是扫不死，空切不掉，这是扫不死，扫不除非出暴击，不出暴击死不了。因为他侵蚀可以扫、但是他自己掉的血量不足以支持这把血量，直接被弹死了。嗯嗯，那这刚白逆，那这样可能真的就两边就都不用回去了，都别回去了，就安安稳稳的在这打第五场就得了。对方地府严了呀，啊，严了，对吧？对，严了。你钱现在这样倒着，我把你给严了算了。是，盛情难却呀。嗯嗯。好，那这样的话呢，嗯，这个第二战场要比拼这个板凳厚度了，是不是？151到155号选手准备传过来。我相信在今天开始之前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了，预案已经放那儿了。哎，应急预案是吧？是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反一个再反一只，反一个，反正你大档起不来嘛。哎，比法系快就行，或者说化生给个度，是吧？化生给个度，武装加齐也行。嗯，给度加齐可以压你法系这回合。也不会有这种打崩盘的这种收益在。啊，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没有的。嗯嗯，没有的。嗯，卡时间的话，谛听出手。嗯，毕竟观众方这边只有一个龙三能动手、啊。是的，因为他武装在里边，这把只能给。哎，给上之后，但是给有点浪费，说实话。哎，三点好像有点浪费、哦。那别给了吧。那你说在干啥？你就刮一手算了，就不给了。啊、哦，然后踩个塔一手。啊、嗯，那这就刮舍不得。刮一手。哎，但官方这边有没有可能套化生直接去挂小死亡，然后去侵蚀点的咒术普陀了？嗯，有没有机会？有抽可能有机会。孩子不吃药，或者人物单位不弹甲，对，那都有机会把对方的咒术普陀带走、嗯。对，有抽有机会吧，反正从目前这个血线来看，哎、是千两千，嗯。没出连呀，嗯，没太连，嗯，没神，那也能接受吧。大唐的下一只尘土刃开三千伤害，冲了，够了，伤害够，嗯，有抽就够，就两下，嗯，刚多一下不给，不浪费，是。打他是不是就没必要善恶了？摸死不就行了吗？嗯，对面拉起来有干将，但是。再出，其实再出，哎，哎呦，观战方会不会连点呀？连大堂可以连大堂、哦，不让顶药，但我觉得不让解封，嗯，但我觉得啊，套大堂点大堂可能会更好一点。他三号开的活了，你开你也是开化生四、嗯，是吧？是，没有人能够保大堂出手，是，但是对面大堂的伤害它很高，是吧？这大堂可能把这神木林给哎，等等，不配速、哦，没，嗯，机会来了。平时没占速度位能配上吗？嗯，这一把活血没活上啊！干将的大唐保不神佑啊！哎呦，
那观战方这香了呀，双眼自己大唐是不是还一回合了？他刚是被淹了，哦不对，那对面地府也得淹了，嗯，对面地府也得淹了，地方地府淹，被观战方换宠啊，这果断换宠了，换化生三只，他只有两，我看啊，他法系还有两只，化生武装神木是不是全换来着？可换，真可换。武装没换，看化生怎么说，丢一把不让言亮。清心咒给吗？还是说先给清心咒？清心咒给吗？四五速，清心咒，开掉，演出去，很舒服。那加演的话，观众方继续走群，嗯，是，对方也演，对他这就是不能让你大囊起来的，让你大囊起来那坏了。那直接上天了，这先来一只，对，有没有滑到？没滑到，这好像都没滑呀，因为他觉得孩子可能舍不得。对，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已经全都不重要了，对，你就换一盘一听，这比赛就收了，可能。对对，但最好是功法这种搭配着，因为虽然说刚才孩子的话没见到有这种对于法的一听的这种吸收啊，嗯，但他如果真说的孩子神一下，这血量还是比较高的。那神木还有一只，嗯。还是说这个回合我这个地听我先晃一下，我就神木林先群着，我就先晃你一下，先晃点灵元出来。其实可投了，对方已经没有任何单，没有什么能够干扰到这个地听，你总不能两杂一六道吧？不是，那不用两杂一六道，我的意思是说，你这把就算你投上了，对面拍上给你拍上两尺一摄魂，会集中拍。对，那你就一个嘛，对不对？那我两尺一摄魂，我觉得这啊，这把不投晃一下，下把出一排，然后观战方这边的武装刚好三点零元全加上，哎，全加上，你看直接换，我先晃你一下子，哎，你这得出尺了吧？再来一个，嗯，这不就香了吗？是不是？下和三点零元加起，嗯，攻的，清孩子去了，清孩子，清孩子，清三号吧，三号没被套啊，加了一滴，嗯。手里灵元还有吗？法系就群起来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操作，这时候也别加敌了，就群起来。三号没问题，但是回不去了，我觉得已经时间够不够？已经8:15了，现在好像回不去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60回合收这场比赛的话，那还有可哦，也不行，这大唐起不来呀。他大堂刚被淹了，起不来啊！观战方，等大堂干嘛？不是把对方就给推出去？你觉得能推出去吗？59回合全出地厅有机会。那咋杀化生呢？化生这回起尺了，下回你出来地厅了，我再拍俩尺，地府给上摄魂，是不是也就那样？那就看这手副资料的操作啊。对对，这手不出地厅的话，那就回不去了，而且都别回去了。对啊，就别回去。你看，套不武装这把是对的，武装先套，对面出个大龙龟先稳稳局。眼开上，先来一头，接着保一速，那法系是不是也得再出？广木吃伤害吗？哦，没事，攻底，嗯。哎呦，保不神用。那我觉得安心打这边吧，好像就好像是再神一下不？走了，但对面武装的首发宠啊。对。他宝宝多啊，还有两只，哎，大唐能起了，嗯，两只，还是说大唐直接也加底，你也别去那个扔剑了。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啊，嗯，我觉得回应该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应该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嗯。来吧，看一下这个收益啊，能够有多少？两只地听新出的，嗯，对方虽然说出了一只隐身虫，但造型广木的话也不太是隐攻，龟速吧？对，就是想把这个比赛给拖住，然后寻求翻盘的机会啊。嗯，现在略难啊，稍微有点难。对，官方法系这会儿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加底子。他自己看速度能不能跟得上。对，能跟上的话自己也加。对，你看速度能不能跟得上。是的，嗯。剑湖可惜就可惜在那一把。嗯。孩子没配上华尔斯的速度，那一把太可惜了。太关键了。对。嗯。啊，再就是中间我们所说中间玩的那几回合。
就优势太大了吧，就没有选择正确的打法，是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嗯，弹幕是赚到了，但是这比赛目前来看，这局势呀，稍许有点不太稳健。哎，嗯，当然双方都还有机会啊，因为毕竟比赛还有12分钟，全部加上。往哪儿拍？应该是分散投资，应该是俩都拍，应该是分散投资，俩都拍。然后地府要么去给个摄魂，要么就给个九凡青莲，到头了，拉起来，嗯，活血上啊，抓速度。你看这个数据，我先不着急点人，被躲掉，躲掉也无所谓，嗯、无所谓，不重要啊，给摄魂了那也行吧，一样，再补伤害，再补一只，对，这个时候是想明白了，先给你把灵元破掉。也是攻的吗？磨的，刮一刮吧，刮一刮吧。那有单法？哦，不是，他点着那个谁秒的，点着咒师不夺出手的。对，嗯，应该是那镜台拉咒师，咒师起来出处，是不是？慢拉嘛，对，他在龟速嘛，对，啊、嗯，哦，交大风卷了，也行吧。再神，再神又很关键。是的，法防确实也高啊，高。有颠倒，有吸收。也是再和一些朋友们再说一下，因为这个，虽然说是。咒师普陀的颠倒五行的这个经、嗯、流派的经脉大招是做了一些调整，但并不是代表这个技能它就不能去这个有躲避和吸收了，只是说置化这个经脉的效果会加强一下自己的颠倒五行的一个躲避和吸收的这样一个概率啊，就是说它你只要挂在身上这个状态，它还是有吸收和躲避的几率的，就是强制的效果弱了一些。对，首先回合数少了，其次躲避的几率少了15，其他的话是没有影响的。对，侵蚀再来，接着压你的咒师普陀。一号还是只心地听啊，大唐出的那只小金罗，嗯，缠珠扔还行，能顶顶。大唐也起，有没有可能把一号戳掉？加一滴关大唐吗？开无间。无间刚刚把青女菩提给顶掉，顶掉，快！奔雷是连了啊，嗯，火，火也连，爆一下有机会，哎呦，有机会，有机会，好像已经有了，因为这才俩法术呀，啊，泰山再来，泰山还有吗？泰山连了。咒师普陀倒地，嗯，坏了，这速度没他快，没配上、啊，嗯，直接交剑，斩化生，这就没办法，因为这已经地听刮了这么多了，化生163还能顶住，但是跟一手力劈能不能再扛住？那什么？这化生4一个钢板还能扛住，还能站住吗？腰不住，还站住，腰不住，腰不住，依然没倒，侵蚀出。还没倒，再来雷击，不行了，倒下了。但凡差一下，嗯，但凡差一下，下把武装可以砸呀。对，有一速。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你说这化生最后是怎么压死的？对，你不用说去扫他什么摄魂，去想那么多事，地听刮着，最后给个剑，然后全跟163打光，就结束了，就不用想那么多的，嗯。那这 PK 说实话就不太好翻了啊。还有8分钟，他化生几回合？化生6回合吧。六，然后到了64能延，64能延就等于是还到64还是6点，6回合，对吧？到64会延2回还是6回合嘛？我觉得化生一定是起不来了。哎呦，没回复应该就出去了，就秒出去了。孩子龙龟同时飞，这时候已经没有逆境空间了、啊、应该秒出去了。观战方这边大唐还能出手，嗯嗯，再换地听，收了一个纸人，收了，这必须收了。这收了的话，收了，这收了的话可就2胜2负了呀。而且这场等于是亏损最大化，那边也回不去了。
拖住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但是那只能这么说了，只能这样了，只能这么说了，就是我为这个第二战场做贡献，我拖住了一个，只能这么说了，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更想赢的。其实在整个这场 PK 的过程中，双方都曾经有过一定的优势，对吧？但是剑湖我是觉得剑湖是明显优势，真的。那大唐的伤害一出，直接自己空切观战方这边，除了华人寺之外其他所有的单位了，甚至都已经，我印象当中是20多回还是30多回、那几回合是我是觉得真的是玩了几回。哎，那么你说夫子庙这边呢，他有没有优势？他也有优势，他有优势啊，他去碰那个化生寺，是你不碰那化生寺，你把这咒师普陀点了，对对对，这十个人就都回去了，没错没错。只能说是在胜利和弹幕的这个选择上啊，选择了后者。是这个可能还是这个占比的分配，可能还是不是，他是想全要啊、是想全要是吧？又要弹幕又要胜利，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啊，贪心不足呀，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你也不能养一个会抓鱼的熊啊，是不是？这难受了。小死亡又刮中，而且是风天气，这样的话伤害也不太扛得住了。是，这会儿再去抢什么一速不一速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一剑交下去，飘了个上限，对方咒师普陀也倒，已经上天了，这打不了。观战方这边的地府可以三岩，这 PK 怎么打？其实化生倒了，就倒地人数就已经不可能是对等的了。对，他起不来了呀。没错。啊，夫子庙打得挺惊险的，我是觉得在中间过程当中有些回合有点过于谨慎。是。那如果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去点那个化人寺了，就是因为他比较谨慎，比较压抑了那么长时间。我终于有优势了，我要释放一下。那还那然后去点那个，那说句去点那个化生去了。那说实在话那你还是课上少了。你这化生啊，你但凡多看他两场 PK， 你也知道这不能这么点啊。就真的现成的，你上一场啊，那舍不了啊，梁山啊，对啊，梁山那场是那最大的转折点就是碰点化生，对。对，真的就说其他的可能说就跟现在的一些顶尖豪门可能说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这化生真没多少，这一点来说确实真没多少差距，甚至齐头并进。哎啊，逐个击破，这个就无所谓了，就是已经到收场阶段，哪怕是这样平着局打到90分钟，那么倒地人数方面夫子庙也是足以拿到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哎，那剑湖的话又把悬念留到了最后啊。行啊，那夫子庙这算是爬坡了一场啊，也算是上了个课啊、而且这个结果也比较圆满，课程也对吧，对于夫子庙来说也是比较能够接受。是啊，那以后再碰到他的时候呢，就不要着急去点化生了。确实。好，那这样的话其实结果已经出来了。是的，其实化生倒地那一刻这 PK 就已经打不了。还是那个问题，你这种阵容不存在说什么那种什么连续慈航啊，或者说这种慈航翻盘啊，这种不存在的。对，然后再加上那化生寺倒地之前，大唐曾经起了过6.0元，你也全交了，对吧？对，没有东西了，没东西。直接收场。嗯，因为神木林这边也有侵蚀在。是的，2200，1000啊。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夫子庙拿到了我们小组赛第4轮比赛的胜利。是的，一场非